我们接下来参观我们的房间啊。是我们新的房间，我开个灯好了。噔噔噔噔噔！啊，你看这样清爽多了。嗯，怎么有声音？啊！好，我来介绍我们的房间。我们的房间呢，就是换个边。你叫什么来？好，开。好，大家好，我们呢要介绍我们的房间，因为我们的这个房间真的是很丑啦。哎，你做什么？你做什么？等一下，重拍。好，你看看我们的房间非常的大，真爽。嗯，好。嗯，你是谁？你。耶！好了，崇拜跌倒了。崇拜。好，我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房间。我们的房间就是大概很丑。你在做什么？哎，你在做什么啦？剧本不是这样演的。你看一下剧本啦。对不对？哈，嗯，好，重拍，干掉了。那我的有没有干掉？这个是怎样？那我看这个不见了。对，好，我要去弄白。好，大家，这我们来了，我们很舒服。好了，好，关机了。一百八呢？好，我们回来了，我们的轻快地方了。哎，快点进来！那我们现在来到我房间，虽然有点烂，可不请见谅。软软的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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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你这只鬼好不会丢哦。确定死了，我们再放。死了，屁股还在痛。
这也跑吗？怎样也跑呀？确定死了，我们要打一下。我们再换个枕头，确定打赢。再换一个兵。啊，这个也没太长了。好的。这个 Andy。哇，好累哦，来，我们来计算一下。好，暂停，暂停，暂停。我放下那个脚本，就是你这样，我就说，好，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柜子，它闹鬼，然后呢，虽然骗人的人，我以前很少六点多出去，没有人想怎么办，还真的闹鬼呢，拜，哦，还真的拜拜呢，他要记得订阅我。哦，这是谁啊？女鬼也是会劈腿的。收回去呢。再来，再来，再来。你还有什么特效？只会劈腿。女鬼是会劈腿的哟，所以别小看女鬼。来，我要去吃东西了。女鬼吃什么啊？女鬼吃，你吃什么的啦？好